呃，okay. uh, 各位现场和线上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良渚博物院的黄丽，非非常欢欢迎大家参加此次的讲座活动。随着去年十二月，我们玉乎文斋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与大家见面，我们也配合这个展览推出了系列的配套讲座。今天是系列讲座的第六场，同时也是我们良渚古城今年新推出的良渚十二课系列讲座第二课。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研究馆员蒋卫东先生开讲。蒋卫东先生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负责海盐周家班、桐乡新地里等浙江北部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二零零四年，蒋卫东先生至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文物局副局长、良博院院长、遗产管理局局长、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蒋卫东先生既是良渚的考古学家，还是良渚遗址考古保护申遗和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与良渚文化结缘由深，一直生根在良渚，为良渚的考古保护、传播和传承付出了极大的鲜血。 出版了《神圣与精致：两组文化玉器研究》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今天，蒋卫东先生为大家带来的讲座主题是“问玉虫君为何物”。在我们这个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中，共展出了四件玉虫和一件铜呃铜的重形器。其中，晋侯墓地出土的玉虫与尧山遗址出土的玉虫在形制上呢十分相似。 那么，晋侯墓地出土的这件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请蒋卫东先生来为我们讲述玉琮的情世今生。好，下面我们欢迎蒋卫东先生开讲。好，谢谢主持人。 啊、呃，各位线下的朋友，各位线上的师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啊，能在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自己对于玉琮研究的一些心得。那么今天我汇报的题目呢是“问玉琮，君为何物？”啊，从玉夫文斋展览的几件玉琮谈起。 那么刚才在座的我们各位线下的朋友可能都看过我们玉夫文斋的这个临时展览。那么展览中呢展出了晋侯墓地出土的三件玉琮和一件同形的啊铜铜的重新器。那么在参观过程中，我也曾经陪同一些朋友参观。那么这些朋友也陆陆续续的问了一些问题。那么其中的问题有，比如说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琮。 是良渚文化玉琮吗？还有，为什么商周时候多齐家文化样式的玉琮，而罕见良渚文化样式的玉琮？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晋侯墓地出行的铜重形器与宋代的重形器之间有没有传承的关系？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问题已经从距今五千多年前。 到距今一千年前，实际上跨度有四千多年，所以我想要比较好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玉琮的整个的啊，它传承变化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所以，这是我今天讲座的一个大纲，主要分两大部分。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一部分，从何说起？那么，首先是讲一讲我们当代的学人。 对虫的一些认知，那么提到当代学人对虫的认认知的话，我们肯定绕不开张光直先生，他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以前的系主任，啊，是我们中国人，啊，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对育虫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的研究，发表过一些专门的文章，那么这里我节选了他啊当时研究的一些成果吧，他比如说提出。 玉琮在中国古史研究上有决定的重要性，啊，他还提出了玉琮时代，啊，代表着乌镇结合产生特权专集的时代，也即国语楚语所说的“地占虚立琮离二神，绝地天通”的时代。那么，他也提到玉琮是显示一种独特的宇宙观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仪式用具。那么，大家如果关注过上一场。 讲座的啊，我们省考古所的方向民所长，他就讲我们史前的宇宙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玉琮也是他讲述那个史前宇宙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哎，我们可以参照的看一下。那么第二位学人呢，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是我们原来南京博物院的车光景先生，他在一九九六年的。 写的玉琮与四墩遗址的这篇文章里边呢，他也提到了，就是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玉琮的质地、造型和纹饰，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如果要选一类文物来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话，那无疑便是玉琮了。可以说，认识了玉琮，也就基本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实质。 把握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这个是把玉琮啊是抬到比较高的一个啊文化的一个层面上面。啊，第三位学者呢是一位国外的学者，是英国的著名科学家，也是我们考古国际考古学界的一个泰斗——克林·伦普鲁先生。他在二零一三年的时候呢，首次来我们良渚博物院。 考察当时呢，我在博物院，所以给他做了导览。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他在一个讲座里边就提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两组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着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示出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联合，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 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那么，看了我们当时学人的一些见解之外，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古人对于玉琮啊提出了哪些认识。首先，从在古代文献里边呢，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玉礼器，大家都非常熟知，比如《周礼》里边啊，它是祭祀。 啊，地的大地的一种礼器啊，那么也可以书必从以练诗，也还可以享夫人或者以威权啊，它是一种重要礼器。那么在《以礼》《墨子》《孔子家语》里边，都有关啊从的一些记载。那么对于从的它的形制呢，从我们现在从文献上看呢，汉代人似乎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说东汉早期的时候，班固在《白虎通义》里边。 对虫做了一个注解，它叫“园中芽生方外曰虫”。然后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边说：“虫，瑞玉，大八寸，四车杠。虫王啊，虫玉，终身。”那么汉代的车杠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孙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里边，他。 引用的就是当时发现的、已经汉代的这个车杠的一些、这个、考古出土的实物，大家可以看看，跟我们今天认知的虫还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说，大概汉代人对于玉虫的形制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啊，著名的经学家郑玄住周礼》的时候，《周礼六器》里边的时候，他就说：“礼行者必向其类。” 闭环向天，从八方向地。他说，祭祀神奇的时候，必须我们祭祀的这些祭品必须要跟它相像，因为闭的圆环它是向天啊，然后从呢八方向地是八方形的啊。那么郑弦的注解呢，也成为了后世理解从的形制的一种标准啊。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导致了对一琮形制的一种失意。 可以说，啊、呃，说的不好听一下，可能是受了政权的影响。后来的我们的经学家，因为没有见到虫的食物，从而被政权拉到了这个坑里边去。你看，我们后面从唐代开始，对虫的这种著书里边，无一不以虫八方为那个围绕着八方想了很多那个虫应该是怎么样的样子啊、呃。结果是越注解啊，离、呃、那个真实就越远。 那么实际上，在东汉的时候也有图像，啊，这是在宋代红丝的《律序》里边，啊，有四块碑，其中有些碑阴部分有我们所知的六欲图啊，或者叫六气图，啊，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啊，有的正像郑玄注解的一样，应该是八方形、八角形的，但也有五角形和十角形的，但是这样样式的玉琮在。 东汉时候的出土文物里边是从来没有出过的，啊、呃，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从东汉开始，玉虫的食物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难觅踪影，但是呢，在《昌颉》《礼天》《黄虫》《礼地》《周礼》这样的一种记载里边，使用玉虫的这种概念呢，却随着《周礼》等儒家典籍的这种流传，在知识阶层中得到了反复的强调和升华。 所以呢，经学兴起之后，对玉虫等古代名物的这个注释图解就层出不穷。是啊，但是这些注释图解呢，受政权的影响之后，都是带有主观意代色彩。啊，除了像右手边，都是从五代、宋、明各个时期的啊各种礼图里边的这种虫的样子，所以不断的创造出各种奇形怪状的玉虫形制。那么，于是呢，也导致虫逐渐成为一种。 有名无物的一种喻理器，就是它的名字和现实中使用的东西不能有效的对应起来。那么我们也发现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唐宋啊诗词里边有很多永吉虫的诗作，啊，但是像苏东坡这样的，他这些大咖，他到底知道虫长什么样子吗？他知不知道？那么我们现在看来，他是不太知道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我们觉得这是宋代赵九成的《续考古图》里边着陆的一件玉器，啊，这件玉器我们一看，啊，虽然它是里边这个色的部分也是方的，但是一看就是玉琮，但是当年不认识，啊，这个是我们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出土的一个玉琮，大家可以看，也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赵九成不认识这件东西。 然后呢，他强作解释，就后来就说了，就或约，就根据上面他刻了几个字，他说是叫“银蝉持真玉”，是吧？这个名字就大家就一听就很莫名其妙，谁也不知道这个“银蝉持真玉”是什么东西，是吧？就是证明到了宋代的时候，实际上对这类东西他是不认识的。但是很有趣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在宋代的时候却出现了大量的用其他材质。 来仿制这类器物的东西，啊，这是宋代遂宁教场里出的龙泉窑的这个青瓷的这个从事我们称称为从事瓷瓶。那么同样的，这个在遂宁的教场和彭州的教场里边都出了，还有青铜的以及是石的这种铜色瓶。类似的这样的瓶呢，我们也介于浙江，在浙江的长兴以及湖州的匹山发掘中间，我们也看到。 看，有类似于，呃，彭州的、四川的这种青铜的铜质品，也有石头的铜质品。啊，说明一下，这两张图片都是来自于那个方湘明老师的这个微信里边啊，他发在微信里边，我下载下来就做了这个 PPT 使用啊。这是明代龙泉窑的啊，龙泉出土的一件那个就是从质品，下面有价值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这样的东西当年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再看，在台北故宫里边有一件收藏是度量城的一个瓷堵，这个瓷堵下面是张信签，上面它压印了花纹，这个花纹描摹出来就是你看，大家可看到是一个带底座的虫子瓶，插了水仙花，但是它在南宋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虫是在宋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名而不知道它的实物。 而像这一类的器物，我们是有物不知道它的名称。那么这一类的器物的名称到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了呢？到明代晚期万历年间的时候，当时安徽的自墨名家方雨庐出了个《方氏木谱》。在《方氏木谱》里边，他收了这么一件自己做的一件木锭，上面呢有字名，我们称之为他自己对自己的名称有有字名，这个字名叫四草坪“试草瓶”。 啊，于是我们才明白，原来明代的很多著作，包括高濂的《尊生八笺》啊、元宏特的《平史》啊、张谦德的《平花谱》等等等等一些著作里边，都提到的龙泉窑的叫四草大方瓶、四草小四草瓶，这些四草瓶，原来指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明代叫这个名字，我们就不知道宋代的时候，就是这一类东西是不是也叫四草瓶？这个我。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呃，那么在方玉鲁的方氏墓铺里边，他也收着虫的木块，啊、呃，这个右边的这个蝗虫就是他做的一个木块，然后跟他同时期的，啊，同可以说名声也差不多的另一个字墨名家叫陈大约，陈氏墓园里边也收着这个蝗虫的木块，你看形制是一样的。那么左手边呢是乾隆年间开印的。 传世宋代龙大渊编撰的，叫《古玉图谱》的这么一本书。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里边的所谓的这些虫，也是跟明代的这些东西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东西在实际到目前为止，我们无论是考古出土的器物里边，或者传世的玉器里边，都没见到过。啊，所以这是一个存疑的地方。但是这里有趣的是，在《古玉图谱》里边，他收了这件东西。 啊，这件东西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是叫虫，但是在当年的时候，它叫古玉落杠头，收在那里。那么一提到杠头，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自然就想到乾隆皇帝的这个杠头的这些御制诗。那么乾隆皇帝呢，不仅是个御吃，而且呢，他还是一个啊，可以说高产作家吧。他一辈子据说写了七万首诗。 其中跟玉器相关的诗写了八百首，啊、呃，而跟古玉相关的大概是两百八十首，而跟玉琮相关的、跟这个杠头相关的就写了十七首。那么在这个十七首诗里边，乾隆首先是自己吹牛，说这种东西内府最多，不可取指数，啊、呃，就是多。但是实际上，根据邓书平先生和我们故宫徐令先生他们的统计，实际上。 两岸故宫里边收藏的原来的称为故玉，就是传世下来的这些虫，扳着手指头还是可以数过来的啊，倒没有到不可取之数的程度。那么在这些诗里边，乾隆都是把这类器物称之为杠头，他而且考证过，他所谓的杠头就是古代的时候就鱼台这个车辇或者月月鼓的时候，是套在车辇或者是月鼓前的横木上面。 啊，压在抬举者肩上的玉器是插在那个木头杠头上面的玉器。那么这种认知呢，可以说是也延续了很长时间。啊、呃，在一百年之后呢，被颠覆掉那么颠覆者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吴大成。他在一八八九年的时候，刊印了他的著名的著作，就是《古玉图考》。那么在《古玉图考》里边，他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啊，解释说，今世所传的古玉杠头，其大者皆从也。说文从瑞玉大八寸是车杠。嘉定前氏说文教全，云经由俗称黄虫玉为杠头是也。那么这这个呢，是一个拓片，是原拓。这是我们这个浙江省博物馆做金石展览的时候现场拍的一张图片。那么这是。 古玉图考里边着陆的大虫的这么一个图像，在古玉图考里边，吴大成收录了三十一件虫，啊，做各种形制的虫，啊，然后呢，跟周礼里,里边的相关的这种名称做了一种比附，啊，那么从吴大成这么考证之后，基本上这一类器物就是我们已经被失意的玉虫，这个大概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所以在他后面出的。 金石著作以及我们当代的学者一看这类器物，啊，就肯定是虫。你想这个是清末，啊，端方的陶《陶斋古玉图》里边也收了很多件的虫。你看大家一看这个虫，啊，就是跟两组有关联的一些东西。所以对此大家已经没有疑义了，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来谈一下这个古今之别。啊，我们看金石学的前面的研究，啊。 呃，即使是可能还早于宋代，但从宋代开始，北宋开始的，我们看他通过这个一千年左右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留下了很多的贡献。对玉琮来说，就玉琮来说，你看我，他通过名物考证的这种方式，恢复了对琮这一类迷失一千多年的古代玉礼器的一种记忆，就是通过金石学家的努力，重新恢复了。 第二个呢，它通过各个时代的指路呢，也提供了一份玉琮陆续出土和考定的一个年表。你像里边它提到安息土啊、商桥土啊这些问题，还有呢一些特殊的描述性的语言，比如像像对预设的鸡骨白啊、鸭屎青啊这种色彩的表述，以及受沁的概念，就是埋在地底下引起的物理化学的变化，我们现在称之为受沁，这些概念及其表述等等。 啊，都对当今的学术做出了贡献。那么第四个贡献呢，我们就说，实际上通过金石学的这么一种好古敏求的这么一种学风，实际上它建立起来了与当时文人的一种趣味艺术生活的一种关联，啊，从而使得木古乐古就蔚然成风。哎、啊，这个是故宫做的一个乾隆的一个大展，里边用的是乾隆的一张画像。 你看，在乾隆旁边的案子上面也放着一只玉琮的一件标志，还有明代的各种，大家在欣赏古物，是吧？就是摸古悦古，或者说是欣赏古物，就成了一种啊、呃、文人的一种，可以说是生活的一种雅趣吧。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一件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新西兰著名的友人叫路易埃里，e、lle, 捐献给。 甘肃山丹县博物馆的一件玉琮，这件玉琮大家一看就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也正是金石学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毕竟传世的文物是很少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两种途径：盗墓和作伪。啊，所以金石学兴起之后，这也是明显的带来的一种副作用。所以呢，李济先生呢？ 呃，李济先生是我们中国考古学之父啊，他也形象地道破了北宋以前八百多年，呃、啊，金石学进展不大的一个固结，说就是没有走上成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办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提拔代替了考定，欣赏掩蔽了了解。这八百年的工作呢，好像在没有田井的泥塘上。 建筑了一所重大的庙宇式的，设计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呢，忘记了计算地基的复合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得倾斜、卷折、下漏，不能持久的站住。啊，这个写的非常好啊，就是对金石学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总结，当然是偏负面的。我前面说金石学还有它积极的做出贡献的一面。 啊、嗯，那么这是我们徐天金院长啊给我写的那个抄的一个字嘛，就蛮小的，我放在那个办公室的那个书柜里边。所以这个每天对着这个字，好像不谈点古今之别，就觉得自己啊马牛而进去就是好像马牛穿着人的衣服一样啊，就还还还不像人。所以呢，我在这里也做一点这个古今之别的这个预断。 就是我们可以看过前面简单，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梳理啊，但是我们看那个古人是，啊，对玉琮的认知，他基本上是从小处着手的，他是通过名物考证啊来显示当时的典章制度，主要目的呢是正经补史，啊，所以生基先生也评价他叫虔诚的富会，啊，就有些地方，比如《周礼》，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 像《考公记》里边对虫子分了好多种，大虫、藏虫、钻虫之类的。那么实际上这些虫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啊。但是在金石学的，包括后面吴大成他们也也对此进行了复会。啊，那么当今的学人，你看，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所以我说是从大处着眼。你看谈的都是文化内涵、象征意义、思想精髓，一看这个。 境界格局啊，跟古人就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还谈的大家听上去都有几分道理，头头是道，啊、呃，所以尽管孙基先生批评今人谈欲从的时候叫无拘束的想象，但实际上我不太赞同他这样的评价，啊、呃，我觉得无论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三位先生，还是我们这个中华玉文化中心群里边的，你像我们以前。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的穆永康先生、王明达先生，包括台北故宫的邓书平先生，我们上次做讲座的方祥明先生，哎，实际上大家可以说，我就说是有拘束的想象嘛。这个拘束是什么？我们的立足点实际上都是考古学，在考古学基础上，你再有所发挥、有所想象，你的基础是稳的。不像金石学是在一个没有田景的一个泥塘里边，是吧？做的一些发挥。 那可能这个就是比较是附会的，而你只要是一种立足于考古学为基础的，你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推演和适当的一个想象，我觉得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谈第二个方面。啊，原来呢，我这个 PPT 做了很长，前面自己吹的时候做了一百五十八页吧。 但是大家知道，在一个多小时里边讲一百五十多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原来第二部分是讲考古学与虫，主要是讲就是这百年考古史上我们出哪个地区、各个时代玉虫的出土的状况，啊，但是后面只能是把这一部分割了啊，因为割了之后还有将近一百页不到一点，所以时间上还是比较紧张。所以接下来我就直接谈那个第二部分。 从的新认知，这里边也是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什么是良渚？啊，大家都知道，玉琮是良渚文化原创首创的器物。玉琮在良渚时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发展，是吧？而且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诞生在两组，为什么玉琮诞生在良渚？为什么玉琮在良渚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发展？ 啊，这个实际上我们简单的套用比较长，我们比较熟用的一种话题的话，就叫天时地利人和。那么下面就分别讲什么是天时。天时就是玉器成为了成崇拜的主要载体。哎、呃，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九千年的大概九千年的玉文化史。啊、呃，那么我也大概把它分了五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大概是以玉为饰，称之为玉知识 第二个阶段呢是羽欲四神，称为羽之灵；第三个阶段呢是羽欲之礼，可以称为羽之礼；第四个阶段是彼得与欲，或者叫羽欲彼得吧，羽之德；第四个阶啊第五个阶段是羽欲成强，就是羽之祥的这么个阶段。那么从九千年发展到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后，啊，那么治愈工寓快速发展底下，是以啊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为代表。 就是出现了很多，就是取向于神异动物的一种新纹饰和新造型的玉器，开始赋予玉器强烈的神崇拜的色彩，啊，从而呢使得玉器啊不仅成为这个神崇拜的一个主要载体，而且也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政治领域中权力与信仰最主要的一种物质的表现形式。那么我们这个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时候，玉龙也好，玉凤也好，啊啊，实际上很多东西，玉鸟、玉龟、玉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可可见度非常强的，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它崇拜的对象是什么。那么勾引形器，就这种器物虽然比较抽象，但是我们大概也知道它表达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社会中我们大概能能够看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林家滩的情况也是这样。 啊，上次就上一趟的讲座里边，我记得有我们听众给方向明所长提问的主题到，就是怎么来看，就是林家滩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这个影响。当时我印象说的，好像方所说的是，没有红山文化玉器就没有林家滩文化玉器，就没有林家滩文化玉器就没有良渚文化玉器啊，这样的高度。 这从某种角度上理解也是对的，啊、呃，但是呢，毕竟良渚还是在自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自己的玉礼器系统。那么，就在我们刚才提的，就是在林家滩、红山是以那种方式呈现，啊、呃，玉器作为那个神崇拜的一种主要的载体的时候，太湖流域的景象是什么呢？太湖流域当时是宋泽文化晚期。 它主要是以陶器作为神崇拜的一种载体，你看，它也是形状，大家可以看到神的形象基本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应该说这是我们玉琮诞生的一个土壤，啊，然后这个土壤在受到红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影响之后呢，它开始就出现了变化，啊，它也开始就是。 神崇拜的对象从陶器开始转向玉器，那么最早的太湖流域表现出来的就是以玉器作为神崇拜的一个载体。上面的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一个小玉龙，啊、呃，这个玉龙呢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我们这里做了个对比，你看，啊、呃，我们可以看到红山文化的玉龙大概高度都在十厘米左右，凌家台只发现了一个玉龙，比较小。 大概只有四四公分左右吧，哎、呃，我们两组的玉龙最早的最早期的玉龙是怎么大小呢？大概就相当于我的小指甲盖吧，就一厘米左右，一点一厘米左右。啊、呃，那么大家都奇怪，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的玉料和技术水平不够吗？才做的这么小？啊、呃，实际上不是的。 大家实际上去看看松泽晚期我们的佩戴的玉器的话，以及还有一种就是象征性的礼器，就是玉钺的话，那都已经做得非常大，那玉皇也已经做得非常大，甚至还出现了手镯啊这种套在手上，都已经是比较大。那为什么做得比较这么小呢？因为它是外来的。那么在古代社会里边有一种观念，我觉得在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 就是《左传》里边提到的，就是神不兴非类，民不是非族，啊，也提到鬼神非其族类，不兴其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我本民族的祭祀，我这个神是不享用的；不是我本民族的这个神，我自己这个族是不祭祀的，是吧？所以，所以由于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影响，所以它作为一种外来的一种信仰，它最初的时候，它。 只是只能是做到微小而隐秘，它是作为一,一种异端而存在的，是吧？但是呢，一不小心这个玉龙到了太湖流域之后呢，迅速的得到了认可，迅速的认可之后，我们现在据我们统计，在两组早中期的，我们龙首纹的玉器已经超出了三十件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迅速的认同之下，而且在各个地区马上就推广开了，所以它就有一种。 表现自己的一种诉求，那么这种表现它体现在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克龙首纹的玉器种类增加了，就是它种类开始借助各种种类上面表现自己。另外呢，原来的种类它也出现了求大求高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这里图的四里边就是两组早期的一些就是多种载体上面龙首纹的表现。 以及开始变大的这种趋势，大家可以看到呢，像这种龙首纹的镯已经是套在手上，跟刚才我们看到是指甲盖，大家想一想，指甲盖大小的最早期的这个龙首纹的玉器来比的话，它的变化已经是非常大，啊，但是呢，这种变化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比如说第二种龙首纹有两种变化，刚才王就说，它的两种变化变大。 求高的趋势怎么样呢？在竖竖上的管形这种玉器上面，它是通过竖向的叠加，你看这里三个龙首纹这样来求高啊，然后在横向的这种器物上面，在圆形的这种器物上面，它是通过沿着圆周的铺排，就多个那个，从而使得器物增加啊扩大。那么这种沿着圆排或者圆形铺排的这个龙首纹呢，它受到了它形体的。 局限，这是反山二十二号墓出土的，就是六个龙牌一组。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三张图上面，我们看两个侧面和一个正面，它基本上是等比例的，是吧？是比例比较均衡的表现。这个龙首纹是最完整，但是它为了求高变大，只能是什么呢？拉高中间的那个距离。所以，在我们看到在瑶山的一号墓的这件龙首纹的镯上面，中间。 厚度加高了，到了两厘米多，但是边缘部分的两个侧面，它就占据的位置就非常小，所以它的均衡就受到了那个打破，啊、呃，那么它无法同步的扩展、扩大、求大，而且呢，这个也影响到它的形体的整体的扩大。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很好的就破解掉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龙首纹就转化成了兽面纹。 啊，龙首纹，这上面两个呢都是龙首纹的展开图，啊，这下面是这件是尧山四号墓的玉皇上面的这个兽面纹，这是张陵山四号墓玉琮上的兽面。我们看到早期的兽面纹，它还没有晚期那种，就是我们说像蛋一样、鸭蛋一样的这种卵形的眼睑。它还是重圈的这种眼睛，所以两者之间非常像。而通过那个尧山上面，我们看几件。 龙首纹玉管和十二号墓的这个刻纹玉管、兽面纹玉管之间的这种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由龙首纹到兽面纹的这种转化，它是顺理成章的就成立了啊。这个是更放大一点，我们看到，同样的纹饰之间的转化就非非常顺利的进行。所以呢，我认为龙首纹就是兽面纹的这个母体和它的原初形态，而兽面纹呢不过是。 龙首纹不同表现形式需要所产生的变体而已，它们表现的应该是同一个对象，啊，那么从龙首纹转化为兽面纹，啊，它改变的实际上是刚才说了，是玉器纹色的这个布局的方式，啊，是将需要有三个面来共同体现的这种周向式的表现模式的这种龙首纹，啊，转变为。 就是平展在一个垂直于圆周的一个凸破面上表现的一个啊兽面纹，啊看看是很简单，只是纹饰的表现的方式就是方向变了一下，原来是顺着的，现在变成垂直了。但是这种改变呢，它实际上还是很解决问题，它解决了纹饰因为预期形体增高而陷入难以表现的窘境。垂直于圆周的兽面纹，它可以随着。 提高的玉器提高的增加，同步的扩展，而且呢，还能够以分节，就是后面的玉琮就是这样一节一节的形式呢，反复重叠的体现，就顺应了良渚文化玉器它不断追求形地高大化的一个目标的要求。啊、呃，这个实际上不是不仅玉琮是这样，我们在梳理过程中发现，从碧钺三类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礼器，它实际上从早到晚都存在着。 形体求高变大的这么一种变化的一个趋势，啊，那么这里边就是碰到一个问题，那么玉琮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最早看到的玉琮是什么时候呢？上次在那个方向明所长的讲座里边也特意提到了尧山的九号墓，所以我今天也要提到尧山九号墓，认为这是关键节点上的一个墓葬，啊。 那么这个墓葬里边有趣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有已经变成了这个寿面纹垂直分布的，啊，这个我们现在称为那个着色虫或者是虫色着吧，反正是个圆的啊，一个虫，啊，也看到了龙首纹的东西，啊，但是同步我们还看到了五件小玉虫，啊，然后这个就有意思了。那么这些五件小玉虫，因为它年代很早。 它是虫的雏形，它还是受典型玉虫影响的一个产物呢。说实在，现在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它肯定不是玉虫的典范，它肯定不是玉虫的主流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五件小鱼虫很有意思，啊，除了个别是只是单节的那个神人兽神人之外，其他的还出现了那个多节的，有两节的，有两节被割了的，还有很简化的鱼。 横向的这个羽冠纹来表现三节的，就是已经出现了很简化的这个纹饰，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到目前为止只看到了神人的形象，没有看到兽面的组合，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小玉虫啊，内圆外方的小玉虫应该是啊、呃，太湖流域本地区这个人像从人像艺术这个传统。 啊，或者是两组早期的这个圆雕玉人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转化，啊，至于为什么转化，这样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到了尧山十号墓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龙首纹的玉管，呃、啊，和这个圆镯形的兽面纹的啊，重色镯也好，着色重也好，以及典型的我们现在。 大家所说的内圆外方的这么一种啊神人兽面组合的这么一种纹饰出现的这个玉琮，在同一个墓里边同时出现了，也就是从至少在尧山十号墓那个阶段，就玉琮已经开始正式的形成了，而且在十号墓里边还出了这么一件牌饰，大家也看到，这是比反山十二号墓比那个完整的神人兽面像要完整的这一个图像，在这个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神人居上。 寿面居下的这个纹饰格局，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神徽像的一种雏形，已经是形成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玉琮的来源，它跟外来龙首纹的逐渐的本土化，并借助本地的传统，就是本地以前的人像啊艺术的这个传统是紧密相关的。然后在这个玉琮的形成过程中间。 小虫内圆外方的这种物理的形制或者形态，以及神人文的，就是神主文，这是本地传统的东西，啊，和大圆卓，啊之间的，以及这两种都是圆卓之间它的体量尺度和兽面纹，啊，兽面纹是由龙首纹演变而来的。再强调这，两者的融合呢，是造成了玉琮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啊，对玉琮的诞生，大概我是这样认知的。那么，很显然，玉琮是良渚文化人为的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是良渚文化首创原创的器物。当然，玉琮的诞生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简单的一种器型与纹饰的一种革命，它是复杂社会信仰与权力不断异化和强化的一个产物。它也是外来信仰与本土传统结合后的。 后、哦、扎根生发，由隐秘而光大的一个结果。那么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如果对两种玉器熟悉的话，在两组文化玉器几十种的器类里边，除了玉璧之外吧，几乎其他的每一种器类上面，我们都曾经看到过神人兽面纹的表现。所以，两种文化玉器中的绝大部分器类，都成为了神人兽面纹就神崇拜的这个载体。 有些玉器的器形呢，甚至还取向于神人兽面纹，啊，像那个最明显的是大家都提到的，像这个啊玉书背啊，在这个阶段，它就上面是顶着神人的帽子，我们称为冠状的玉书背，是吧？它是完全是受那个神人兽面像的影响而产生的。但玉琮呢，是唯一一类几乎每一件都琢刻着神人兽面纹的这么一种器物。 所以可以说，虫是神人兽面纹神会像最主要的一个载体。啊，我是这里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神人兽面纹是虫的灵魂的话，那么虫就是神人兽面纹的肉身。啊，它是实际上是最后的选择，就是，啊，就是神人兽面纹的一个不可分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接下来谈地利。 地利呢，首先是地理环境的优势，啊、呃，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环太湖地区在中国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啊、呃，那么在史前的时候呢，我们把它也称为它是一个位于从长江中游到黄河下游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一个扁担型的叫用鼎文化区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呢，使它便于吸收其他区域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优势的东西一些。 啊，良，优秀的元素，但是呢，这个区域你看，它又相对的比较封闭，啊，又相对的东南这一块又相对地理上就比较封闭，所以它不像红山文化和红山和林家滩啊遗址一样的，就位于比较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区域，所以很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这种冲击，啊，所以在这个区域里边，它相对来说是也文化的发展也比较稳定，那么。 最主要的一个呢，我觉得在地理里边是当时是发展起来了，以稻作农业作为经济支撑的这么一种形态，啊、呃，所以上次方所长的讲座里边同样讲到了稻作的对于宇宙观的影响啊，对我们长江下游地区宇宙观形成的一些影响，啊、呃，这里边我也同样要强调，就是稻作农业对于良渚的特殊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理解稻作农业。 对于理解良渚文明是至关重要的，啊，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出现在良渚，是吧？为什么良渚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去制作很多、开展很多非生产性的，像做玉器啊、堆水坝啊这么一些生产活动，啊？为什么良渚的稻作农业工具是当时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套农业工具，啊？为什么？ 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两组玉器，可以说是当时，啊，我们也可以说吧，当时全世界最精致的一缕器。啊，实际上你你往深里挖，都是跟稻作农业的这种精细的田间管理以及它对资源的配给要求是相关联的。所以这里边也强调一下。那么实际上从前面呢，我们看到从松泽。 啊，是比较自由奔放的这种陶器上表现的这种松泽之美，到良渚时候以几何形体来表现这个神崇拜的这种啊规范严谨的良渚之美，啊，这种取代呢，实际上不仅是神崇拜领域，从这是那个国语楚语里边提到的、啊，就是从离绝地天通嘛，当时宋哲的时候叫夫人作想家为巫师无有要子，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人自己都可以，自己都是巫师，都可以通天地，是吧？直接跟神对话。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就是派崇礼两个人绝地天通，就是把天地之间沟通的渠道给你斩断了。只有特殊的、具有特殊出身的或者是特殊技能的人，他才才可以啊、呃，用来就是以巫戏为代表吧，才可以用来沟通天地。所以这个整个这种转化。 它是宗教改革的结果，也是农业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那么这里边就举一个那个，呃，因为良渚稻作农业的情况，方向明老师上次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今天就不介绍。我这里呢举一个，就是以前没介绍过，大家可以看。哎，这个我以前也想着也很有意思。你看良渚的神人寿面的完整图像，神人居上，寿面之上，很多人就我们的解读也是。 神人骑在兽的上面，是吧？哎，那为什么你看在同一个时候，埃及狮身人面像为什么狮子头上顶了一个法老的头像？哎，两河的时候也是国王的异兽像，啊，包括那个就是人首的牛身像，哎，它也是那个上面是头都是国王，啊，都是领袖的形象，而身体是是动物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景象？ 啊，我的认为是，当这是当时全世界早期文明的共同的一种文化意象，啊，也是人本意识初步觉醒后的一种具体的一种体现，那、啊、因为那个时代怎么说呢，就是文明发展了嘛，大家的感觉啊，丰衣足食的是吧？而且文化也精神物质也非常富足，啊，那时候的话就觉得，哎呀，人自己就很了不起。 所以祖先崇拜慢慢的在这个里边就占据优势，啊，所以下面就就对此做了一个具体的解读，就是两组时候规范化复杂化的稻作的农耕经历，营建古城、堆筑水坝等大型工程的这种成就，啊，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这种高度富足，使得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呢迅速的觉醒和膨胀，祖先的地位日益彰显，祖先崇拜。 才逐渐在神崇拜体系中后来居上，占据越来越显赫与突出的地位。就原先是听天由命、敬畏天命、敬顺昊天这种虔诚，就逐渐的变成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甚至是人定胜天的自信与狂妄。啊，这是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神人寿面组合纹饰信仰出现的一个社会背景。 也是玉琮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琮是作为纹饰和信仰的一个核心载体而出现。啊，这个我记得在我们这次的中华玉文化的年会上面，王明达先生就提到了玉琮是移动的宗庙。啊，我觉得这个解读啊，对我的启发也是非常大。实际上，大家认知，我们都认为玉琮可能存在的这个神会像啊。 不是太阳崇拜，或者是别的崇拜，而上面的这个神人兽面可能表现的是一种祖先的一种崇拜的一种迹象。啊，接下来讲人和，啊，就是前面讲了天时地利，再讲人和。人和呢，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两组社会对玉琮特别的厚爱，特别的珍惜。啊，这个体现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面。 你看，在两组一千年的发展历史里边，我们以前笼统的归纳，就玉从这个一千年的演变，大概是以从圆变方，从矮变高，就是这么两句话来概括，啊，但实际上里边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等一下也还会提到。但是在一千年的这个演变里边，它始终没有衰落，而是越来越受到啊重视，而且甚至在两组之后还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是吧？它对外还形成成为两组的一种标识，而对外形成了一种很大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播和影响。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这是简单的理了一下，就是两组文化核心分布区，也就是环太湖流域里边玉琮出土的地点，啊，不到现在我我记录的不到五十处啊，啊，大概我们也也也统计了一下，大概公计公司。 博物馆，尤其是公家博物馆里边，啊，考古出土和征集的玉琮的数量大概在两百件左右吧，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点，即使在我们良渚文化的这个核心分布区良渚古城里边有大量的出土，但是在它的其他的一些角角落落里边，啊，我我的老家是很偏的一个，就是嘉兴地区很偏的海盐。 哎、啊，竟然一直以前一直没出过，在二一年的时候，啊，也竟然也出了那个，啊，就是在那个，嗯，我这里写在海洋哪里啊？眼睛有点花啊，啊，杨家店这么个遗址里边也出了一件晚期的那个，那你看，所以有些地方很很偏，像我那个同乡的新地里啊，甚至有些其其他的位置。 是吧？但是在这些地方也都出，所以可以见，就是玉琮在两种文化分布区里边，它并不局限在中心的位置，它而且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一个现象，啊、呃，受到了广泛的崇信，就是这是从它的地理位置来看；第二个，从它的出土的状况来看，啊、呃，玉琮出土的形态虽然多样，但它主要我们现在发现的玉琮主要是出于贵族的墓葬里边。 啊、哎，那么贵族的墓葬里边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出土玉琮的墓葬，它的埋葬环境、埋藏的形式以及等级呢，存在着明显的这种差异，是吧？它既有像反山、瑶山这样专门营建的，就是高等级的墓地来埋它，也有像新地里、普安桥这样的，就在村落的房子周边就埋了它了，是吧？所以从随葬品的出土来说，反山十二号墓。 出土了六百五十八件器物，其中玉器就有六百四十七件。像我挖的那个新地里的一百三十七号墓的话，总共只有二十三件随葬品，是吧？这个你看，大家一对比，等级上面差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从玉琮的形态来看，也是有各种变化，出土的位置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的变化。 啊，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了一种丰富性和多样性。那么，我们从它的功能来说，但是对两种玉虫的功能，实际上以往有很多的推论，但是这种推论很多是我们也没办法确定。但是我们能确定的，至少是一个，就是它在墓葬里边的出土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啊，跟它功能可能相关的这么一种种推测。我们来看看这个，你看，首先是套在这。 手腕上面做手镯的，所以现在两组玉虫起源于镯，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最早的时候的。但是刚才我我往镯的方向又往前推了一下，实际上那龙首纹的镯，或者是那个圆形的重色镯，它的来源实际上是跟龙首纹的小玉器，以及是跟小玉虫，可能是两者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啊，那么这种。 套在手上的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呃，对于黄河流域也曾经产生过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这里呢，一个是那个，呃，呃，这个是，今天好像记忆力不行嘛，一下子，啊，都是山西的啊，啊，陶寺遗址，一个是陶寺遗址里边出的，啊，一个是。 薛薛新民挖的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子瞪牢了呵呵，没出事。啊！不说了，不说了啊！反正比他更早的另外一个遗址，不好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摇三反三四灯，这样的明显的、明确不能套在在手腕上的这种虫啊。这个虫一看，那个孔很小，身体很大很重，套不进去了。啊，而且出土的位置放在头前面。 啊，这个显然是不能够作为手镯用了啊，但是是供奉在那里啊，作为我们就是移动的宗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用的吗？啊，现在不清楚，因为没文献记载，反正它是大大的概率是可能供奉用的。还有，你看高级虫也不能够做手镯用的，但是高级虫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看到，高级虫的出土方式也不一样啊，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四墩的三号墓里边的啊，这个是亭林的墓葬里边出的。那个有有出一件的啊，也有还有其他的像草鞋山啊啊秋坟灯啊这种出几件的啊。然后位置有沿着身侧的啊，有其他的这种埋藏方式，也有像四墩这个就明显的环绕着尸身摆放的啊。一个墓里边啊，就是一个有有遗骨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其中。 玉器里边，玉璧和玉琮就出了五十七件，玉琮出了三十三件，所以这个是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发现的。在发现之后引起的，大家可以震惊是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我们还认为良渚文化是原始社会，是吧？在一个大家认为原始社会里边，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男子，他凭什么拥有这么多的玉器，尤其是这么多的玉礼器？这还是我们以前理解的，人人平等。 是吧？这么一个史前社会嘛，所以从那个时代开始，良渚实际上就跟文明，尤其是玉琮跟文明的起源就紧密的是结合在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可以看，这是江阴高淳灯遗址里边出土的部分玉琮的这个出土的一个情况，哎，有坐着那个放在头侧的，啊，有放在头顶的，这个都是矮体虫，但是它都不是作为玉镯。 啊，可以做玉镯，但是它没有出现在该是玉镯的那个位置，是吧？而是头顶，他们派什么用场不知道，而且还有意思的，在他的那个八号墓里边，你看，还有把一件玉琮打碎了放进去的这么一种现象，啊，这是什么现象也不知道，但是现象可以指出来。还有，你看在后阳村，我们两组的后阳村四号墓里边，放置在棺材盖上的这个三件玉琮。 基本上是前中后是对称的，放在三个位置，啊，放在大型的这个独木冠，湖冠的顶上的，啊，这里边还露了一件玉琮，这件玉琮是套在手上，就在手腕的，啊，这个墓出了四个玉琮，那么这种放在棺盖上的玉琮呢，也并非是孤立，啊，那么至少在反山二十号墓里边，以前就提到过这三件，当时它不称为玉琮，称为琮式的助行器，但是还造型还是玉琮的造型。 啊，也也有那个啊，也是这样的均衡分布在那个墓葬里边，认为当时就认为也是放在棺盖顶上的，啊，这也是一种玉琮出土的类型。还有呢，玉琮里边你看还有两组的手，从早到晚都有，就是有意识的把那个玉琮割割开来，分成两节或者是三件这样的一个一个那个。为什么说分两件三件？这是我们这张线图是反山二十一号墓的，上下两端都有。 线切割就割割的那个痕迹，证明它至少原来至少有分成了三件，是吧？两边都切割过。那么我们考古出土里边，这两这两件就是横山和福泉山的这种呢，都是一件高级虫被分成了两件的这种案例。这是福泉山四十二号墓里边这个玉虫出土的情况。你看这两件分割的玉虫，哎，头前脚后，中间呢是这么一件简化的一件玉虫。 啊，这三件玉琮也很有意思，是不是放在观察盖上？啊，不知道。啊，然后还有提到，就是这件是高淳墩，当时是十三号墓，实际上它是征集的。啊，然后跟我们尧山的十号墓出土的这件玉琮，大家可可以看到，从资料、工艺以及它的线图来看的话，两件非常的接近，所以。 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日本学者中村胜一，他就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玉琮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叫政治性赐予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就是他认为高澄灯的那件玉琮是尧山的人工匠制作的，制作完了之后，作为对他的一种分封或者什么的时候，就赐给高澄灯的贵族的，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联盟或者是一种。 其他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啊、呃，所以像这样的现象也是在玉琮里边存在的。还有一个就是啊、呃，小玉虫的情况，啊、呃，小玉虫这是我们挖的后阳村三号墓里小玉虫的出土情况。这一看就是它是跟串色组在一起的，是串色上的组件，这个很明显。但是呢，反山、窑山里边呃出土的小玉虫并不都是这样，啊、呃，我也参观了。 查看了相关的资料，啊、呃，反尧山是出土了小玉琮，总共是呃十九件，反山是出了四十件,、呃件，啊，总共五十九件那个玉小玉琮。而小玉虫很有意思，你看它从早从尧山的阶段，我这里边边上举了三件图，都是尧山阶段的小玉虫。它一开始就是就是跟我们大家认知不一样，它一开始就是高级虫。 是吧？它就有有五六节的，啊、呃，有有多组纹饰的、层人受面的，哎，也有简化的，这样的一种一种组合。所以小鱼虫的问题很有意思。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梳理一下。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梳理一下。哎、呃，而且这个小鱼虫也跟其他玉器一样，就中心区里边、古城里边出了不少，但其他区域出的很少。哎、呃，我们现在知道的小鱼虫的出土的话，在其他区域。 呃，可以说是两组古城之外，数量是非常少的，啊，花厅有一件，我们嘉兴的那个海宁的大坟墩好像有一件，啊，其他反正反正数量非常少，啊，就其他地方出的不到十件东西吧，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在两组墓葬里边，早期反山、瑶山墓葬里边那个，它有跟月组合在一起的，可能是月饼上的一个装饰。 啊，也有跟其他器物的一种组合，它并不完全都是像后阳村一样的是串饰上的啊一种配件，啊，这个所以它是实际上我就说是非典型的玉虫。跟我们讲的那个我们一直讲玉文化，你看后世传承的时候也没这一类东西，是吧？所以很有意思，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呢，就是形制与出土位置的丰富性。 啊、呃，直接导接了，导、呃、体现了良渚文化育琮功能的这种复杂性，是吧？有些功能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没有答案，这个受制于考古学的局限性。啊，考古学能够发掘出资料来，但是很多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啊，考古学也不能包打天下。啊，当时就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然是主要是靠考,考古学来书写，我们叫手铲识天书。 但是这部天书并不是考古学家一识之后就就所有的东西都明明了,了了，很多问题我们是这样是还解决不了，啊、呃，那么玉琮的形制呢很有意思的，刚才我介绍的这么多复杂的状况，它并不是一种前后的一种，就是替换，啊，并不是说啊前面手镯是戴在手上做镯的，后面出现了放在头上头边上了，那前面做手镯的就没有了。 它而是一种前后的一种叠加的一种融合和丰富，就是它实际上内容是不断的往上的增加。就是做手镯作为两组从早到晚的一个功能，它一直都有，啊，然后放在那个头前脚后这种功能，它也一直都有，啊，甚至刚才说了那个结戈玉虫也是从早到晚有，啊，放在棺盖上也不是只是晚期的这种现象，啊，所以它是一种前后叠加的融合与丰富。 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说，啊，玉琮这种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形制与功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制作工艺的独特性和统一性，拥有者身份，啊地位的珍贵性，以及在出土玉器总量中的稀缺性等等，即使在良渚文化玉器里边，玉琮也是独具有唯一性的。 所以，这样复杂化、社会化、系统化、生活化、普及化的玉虫，可以说在两组时候是集万千宠爱与诸东，象征于一体。我说句那个的话，就从可以说是两组时候流量最大的大咖，这个大家都是啊围着他那个啊，都围着不断的给他附加那个啊流量，所以它具有旺盛的强大旺盛的生命力。 啊，然后拥有广泛的一个群众基础，从而呢成为推动玉崇传统建构并绵延三千年的这个源头的动力。啊，这个大概是关于为什么是两组的一个啊简单的说明。第二个呢方面呢讲，只是空间腾挪吗？就是讲一下玉崇的时空腾挪以及观念的转换方面的问题。那么这里边。 做了一张，也是收集了一下，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核心区以外玉器的出土的地点，大概涉及到十七八个省吧，啊，五十多个地点，啊，这可能还不完整，啊，最近几年因为一些新的材料，可能我我也关注的不是那个啊，收的也不是太多，但从这个来看，我们就说已经可以说良渚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这个已经是可以体现出来了。 啊、呃，我我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们当地在九十年代我到良渚来发掘的时候，我们当地老百姓称玉琮不是琮，现在都知道了叫玉琮，当时都叫玉塔，就是像个宝塔一样的玉琮叫玉塔，啊、呃，所以我就说玉琮是文明之塔，是啊，良渚文明之塔吧。它随着这个我们说，哎、呃，是宝塔嘛，照到哪里哪里亮，所以基本上。 在新石器晚期，我们可以看到，出了玉琮的地方，基本上都进入了文明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么多的受玉琮影响的区域里边，其中啊，影响比较明确的、形成中心的，大家都认知啊，基本上是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啊，现在齐家文化呢，大概我们已知的啊，出土以及 征集的玉琮呢，大概有四十多件的样子，是除两组之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玉琮最多的一个区域了。啊、呃，那么这里边是七件玉器，啊，齐家文化的玉器，赫赫有名，叫晋宁七宝，啊，是甘肃景宁县后柳河村出土的，啊，当时据说叫八宝，还有一块玉璧，因为碎掉了，没拿回去，啊，所以这个七宝是。 啊，几乎谈到齐家文化玉器都会谈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从形制啊纹色跟良渚的玉器已经发现了很大的一种变化，所以邓书平台北故宫的邓书平先生呢，他是最早系统研究叫西北，呃齐家文化玉器的一位学者啊，所以他在那个包括在史前。 是下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这样的文章里边，他提出了华西系玉器的这么一个概念，而从而也认为齐家文化的玉器跟良渚文化的玉器已经出现了一种功能上的一种转换，啊，包括它表达的啊，所以良渚的玉器的话，如果是神祖崇拜啊，就是说祖先崇拜的话，到了齐家文化的玉器，它体现的主要是天体崇拜，而且必合崇。 出现了很明显的主配，就以“昌碧里天，蝗虫里地”的概念，可能已经在华西地区啊已经形成。啊，他同时也认为这些概念可能是华西地区本土门生的一个信仰。那么，邓先生也在他的文章里边也指出，就是华西系玉器齐家文化的玉器是玉琮是哪里来的呢？它的起源在哪里呢？他认为是起源于本地。 啊，那么在那个陕西啊、呃、阳关站出土的大概五千年多一点的那个庙底沟文化里边，已经出现了石虫的残件，这两件都是石虫的残件。他认为啊、呃，这是呃齐家文化玉器的来源，是华西器玉器的玉虫的资源吧？啊、呃，那么我个人呢有一些不是非常的认同，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讲那个一种器物的演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定是一脉相承的，中间没有间断的要，要这种延续性。如果你看我刚才介绍两组玉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它一旦诞生之后，一直到两组晚期，它的延续性是非常好。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哪一种器物是来源于哪一种，中间的变化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像这种中断了，中间中断了。 几百年，或者是上千年，或者中间的那个脉络不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这种演变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还是要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可能还需要考古学材料的进一步的支撑吧。啊，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为了答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西周的铜的重型器，跟宋代的啊铜瓷石的这个。 重平之间有没有传承的关系？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传承关系，因为中间都断掉了，是吧？而且形制也呢，啊，开玩笑说起来的话，这应该是两个时期的文创产品吧，是吧？大家的可能文创的啊，可能主型是一样的，但是互相之间没有影响啊，而且是不同地区的啊文创产品，所以这个就在这里就回答掉了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要谈，呃，刚才传承的这个问题呢？另外一个我也想强调一下，就是在我们在讲良渚文化玉琮的传承以及中国文化，就是玉琮文化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对良渚是非常重视，但是对良渚之后本地的传承，却某种程度上却是忽略的，啊，这是那个湖州杨家埠。 出土的四件玉器也被称为杨家埠四器，啊，三件可以说跟虫相关联吧，一件是可以说是月，也可以称为龟，啊，这东西一看这一件这件龟肯定不是良渚的风格，是吧？至少是龙山或者是夏时期的，啊，那么邓叔平先生以前也专门研究这件虫跟良渚的也不一样，第一件你看良渚的虫神人寿面神人寿面是组合是非常纹饰的排布非常规整。 这件呢，你看兽面神人，神人兽面倒过来，两个是叠加的，这个是违反良渚的纹饰的布局的特征的。但它是什么？是前三亚文化吗？现在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真迹品，啊，这也是那么至少提供给我们一个线索，在原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本地，在它后续文化里边出土过这样的虫，啊，这个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 瞄准方向，还有再晚一点，在广富林遗址里边的广富林文化，啊，良渚文化之后是前三亚文化，前三亚文化是广富林文化。这前三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基本上就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的这么一个，啊，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五件虫，啊，这个照片不是太清晰，我们来看线图，啊，这五件虫上面有四件都是。 有树槽和平行旋纹的虫，啊，有一件是素面的虫，啊，那么这些虫，我们可以看到旋纹的虫，在当时的史前文化里边，实际上在不同的区域里边是广泛出土。它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组，实际上刚才给大家看的富泉山四十号墓的那件中间的那件玉虫，以及这是我们挖的会观山二号墓的这件玉虫，啊，就是。 二号墓两件玉琮都是这样的风格，啊、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在它在山东、山西啊、呃，在河南、湖湖湖南啊、呃，以及四川的那个三星堆里边，以及甘青地区，你看都有都有陕西都有出土，啊、呃，所以也是广泛的分布在这样的一种玄文的玉琮。那么我自己呢，对史前的玉琮啊，基本上分了分类。 我觉得史前玉虫大概现在我们看到从，啊器形纹饰组合的话大概是三类吧，一类就是跟神人或者兽面相关联的啊，这种这种这种上面有有神的形象的这种纹饰的虫，啊，那基本上是那个这个是陕西的那个庐山毛出的，这个是山东的丹联啊丹联出土的那个玉虫。然后是第二个是平行的玄文虫。 刚才已经提到了啊，不说了。第三个呢是素面虫，你看这也是啊、呃，所以有一个疑问，我、哦、就是广富林文化的这个旋纹虫和素面虫，它是如果它不是一个源头，它是受哪个文化影响的产物？如果它不是受良渚文化影影响的，或者是受前三亚文化影响的，那它受了哪个文化的影响呢？还有一个，它是接受方还是输出方？ 是吧？虽然这个因为考古学年代现在虽然碳十四测年已经比较准了，但是这个比较麻烦，就是光凭那个测年数据我们很难去解决那个。我们更多的要需要的是，就是文化因素对比啊，这个考古学的一个就是年代的一种分析的方式，才能够确定各个文化、各种玉琮之间的早晚的关系。所以广福林的。 文化的这个旋纹虫和素面虫的这种出土，啊，它的形态也是还是比较原始的，啊，会不会我们对玉虫的传播、后续的传播，啊，还可能有另外的答案呢？啊，这个就留待今后考古工作的解决了。只有新的材料才能解决新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就附带着就回答一下这个晋侯墓出土的这件玉虫。 是两组文化玉琮嘛，啊，大家这张照片，大家可能可能就是因为展厅里边两件东西就摆在一起，这边是我们瑶山十二号墓征集的，叫我们编号叫二七八八的这件玉琮，啊，这件是就是八号墓的那件玉琮，这个图片为什么请大家也看一下？因为在只有这张图片上反映出，你看这个兽面纹饰是明显是它进去。 凹下去的，在这张照片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它的纹饰是凹下去的啊。那因为这个凹下去，这对于我们的解读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么，首先实际上我在前面讲到那个玉琮，就是龙首纹在太湖地区的传播的时候，我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个观点，就是当时的时候叫神不信非类，民不是非主。 这样的一种观念，在古代的实际上一直是一种通用的一种规则。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史前啊到商周，到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国家，啊，它实际上在要表现自己的，在上面要表现自己神崇拜的主题的时候，或者表现自己的一种文化符号的时候。 它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它你看，呃，像像西周的时候，它不会把良渚的玉琮作为它的一个啊、呃、主要的文化或者信仰的表现主体来出现，啊、呃，所以基于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觉得这件玉琮首先肯定它是良渚的，因为它是无论是它的纹饰的这个器物的一个质料也好。 工艺也好，啊，它的形制也好，它的纹饰也好，都跟良渚有密切的关联，啊，所以它的底子是良渚的，啊，这个我们放在一起对比，两件非常的像，尤其把它的侧面照片拍出来之后，实际上像这么规整的玉琮的造型，我们目前只在良渚文化里边，尤其是在良渚比较早期的文化里边发现，就是它圆形的侧面之外。 啊，这个大于一百二十度的这个方块的这种组合非常规整的，这也是。那么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呢？现在因为这个纹饰，大家一看描成线图之后，大家一看这个纹饰，跟两组我们前面看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嘛，它肯定不是两组的嘛，是吧？所以我们就谈是这个观点，它是一个两组文化的异从，但是玉虫的纹饰呢，经过漫长的时期磨蚀之后。 比较慢换的，后期对他进行了补课或者是改课啊。那么我们就在想，在我们出土或者是传世的器物里边，这种纹饰慢换的现象，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这是也是延安庐山卯出的一件良渚文化的玉琮啊。到了那里之后，因为非常珍贵，虽然碎了，但是他还沾了孔之后把它连缀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上面的纹饰经过了，这才没多少年呢，不可能也就不到一千年嘛，已经磨成了。这份比西周至少它要早嘛，它是龙山时代的东西啊。你看已经磨的已经漫漶不清了，啊，那么在我们北京故宫里边，我们也有改刻纹饰的这种补刻，或者是那个补刻纹饰的这种案例。这是故宫收藏的一件大玉璜。 啊，这上面的纹饰原来应该也是两组的，非常漫画之后，纹饰看不清楚了，所以在，在那个后来，啊，也有人认为是明代刻的啊，也，就就就对他的纹饰进行了补刻，当然补刻的纹饰和两组的纹饰就是似是而非了，是吧？有些地方像，有些地方漫画的地方，就就就他补了一些，就有点画蛇添足一样，就不是特别像，啊，所以从这个来看。 所以我们这件东西呢，大家仔细的一看，它实际上这件玉琮细节上面是有很多问题的，跟两组的玉琮确实不太像。为什么呢？你看两组的玉琮上面的那个神人上面的那个玄纹带里边都是有细线的刻画纹的，我们称为弦纹、玄纹嘛。但是它这件的玉琮，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弦纹带里边是明显的打凹的。 就是把它磨进去，而且还打凹了，凹了下去。所以你看，脸为了刻这个纹饰，原来的纹饰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明显的是塌下去的，打挖了下去。啊，从这个土里边就是塌下去了一块，是内凹的一块。啊，那么这个纹饰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学术界就是什么时候刻上去的？啊，现在大概也有两种意见。像邓书平先生大概认为这件东西本身就是。 石家河文化的时候做的，他认为这个纹饰跟石家河文化的纹饰非常接近，啊，也有人就是像那个蔡庆良先生上次的讲座里边，他回答的认为，他就认为是商代刻的纹饰啊，因为这种线条的刚直和周代呢又不太一样啊，呃，线条是比较直的，可能是商代的一个补刻的纹饰。那么就是对这一件就做这样的那个。 那么顺带着就把金沙的这件也说了，啊，那么我同样基于刚才说的同样的道理，啊，神不兴非类，民不识非族，啊，这样的道理，这件玉琮上面的纹饰，你看上面大家一看线线绘图，明显是良渚的纹饰，啊，所以我也认为它是一件良渚的玉琮，但是有一个怪异，它跟良渚玉琮的高级虫，它是一个十级虫。 它跟典型的两组石阶虫的资料是不一样的。典型的两组的高阶虫都是这样的资料，含铁量比较高的啊，然后受侵之后比较慢换，显得比较差。这一件的资料你看非常的清透，显得非常好，这不奇怪啊。这个在两组晚期里边也有用比较好的资料来做啊这种高级虫的案例啊，我们不能说没见过我们就否定了，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 当宝贝啊，四处流传，就因为它不同于别的资料，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它就作为一件特别珍贵的一件玉琮，在各个地区流传了，流传了有一千年左右，才到了金沙这个地方。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流传过呢？这个上面有一个符号刻在上面，好像是一个人是吧，戴了个大帽子，在跳那个舞长袖舞啊什么之类的，和巫师吧可能是，啊、嗯。 然后这是美国弗利尔藏的一件藏品，啊，我们看它的线图吧，更清楚。那么这上面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符号，啊，这面背面呢是个日和火的一个符号。那么这个日和火的符号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吧？这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符号，所以我们说这件从大概率的可能从良渚之后去过山东。 啊，那然后怎么从山东到了四川，不知道，是吧？在山东的时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客服啊，然后又走。当然，在后世的时候，他也可能经过很多的改制，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钻孔是非常的圆，非常大，啊，有点像金属套管啊什么的，可能是不像两组的这种高级虫，啊，里边的钻孔是形成台阶高低错的，啊，所以他可能也经过了后续的一些改制。 但是它的底子应该是良渚文化的玉琮，而且没有受到过它的文字没有受到过改刻，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认知。下面讲第三块，就是他们是玉琮吗？那么玉琮我们就说了，从良渚啊开始发明啊，并且崛起之后啊，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个流转和转变吧。 到了商周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已经地位是有点尴尬了，因为商周的时候以鼎、斗、壶这种为代表的青铜礼器，它整体的地位，我觉得还是超越了玉礼器的。但是西周时候呢，玉琮它还是玉器中的一种重器，啊，出土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在晋侯墓地啊，包括那个郭国墓地啊、芮国墓地啊，这么一些这些地方。 英国墓地啊，都见过西周时候啊，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里边都见过虫的出土。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到了西周的时候，它大多数使用的是前世的遗物，而新制作，就是当当代做的东西很少。包括这一件，就是长安张家坡出的这件玉虫，啊，大家都认为它的纹饰是肯定是西周的，这个一看这个时代标识太。 但是这件玉琮还认为是一件齐家文化的玉琮，它是在齐家文化的玉琮上改刻了啊，加刻了西周的纹饰，而且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同时期在《诗经》《左传》《国语》啊这种比较早一点的文献上面，啊，以及牵涉到用玉的两周经文里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使用规章币的这种案例。 却未见一例用虫的这么一种记载，啊，这个也很尴尬，是吧？虫作为一种从此前而来的这么一种重要的玉礼器，啊，祭天地四方里边祭地的排位第二的，哎、啊，玉礼器竟然在这么实际使用里边，啊，这些文献里边我们没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然后到了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玉虫是。 无可奈何滑落去啊，就是出现了明显的一种受威和衰落的这么迹象。为什么说呢？一个玉琮出土的地点少了，出土的数量很罕见了，在整个玉器里边，它占的比例就降得很低了。它不再像以前像良渚的时候，它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礼器，是吧？那么这里边啊、呃，有春秋晚期的那个赵青山西的赵青墓，啊、呃，陕西的秦公大墓， 秦公大墓还有其他一件，以及凤翔瓦窑头的这个玉琮，啊，也有那个湖南的刘成桥的一号墓里出的玉琮，啊，曾侯乙墓和这个英这一件是英国墓地里边出的，啊，战国时候的这个英国国王墓、国君墓里边出的玉琮，你看，然后另一个也印证了，你看，只要他刻了他自己的纹饰的，他都表现的是自己时代的特征和自己的一种。 信仰或者自己的一种神崇拜的一种特点，他不会去刻其他的一些民族的一些东西，是吧？所以刚才说的那个“神不兴非类，民不治非族”啊，这个是一种普遍的，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啊、呃，在《左传》里边之所以反复的强调，他因为强调、啊“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啊，所以不是我自己族的。 东西那肯定是不能够在我的重要的场所里边出现的，啊，当然隔了很多代之后再那个看这些问题的看古代的玉器的话，可能观念会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隔了很多代之后，那上古的，比如说史前的玉器，到了清代清宫里边，它就成了古董了。它虽然不用在在那个祭祀的场所不用它，但是它成了一种。 宝玉是吧？他知道它是古代的一种重要，然后珍惜，然后对它的纹饰磨幻掉的进行重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和这个啊、呃、崇拜神崇拜的之间，它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到了汉代，我们看西汉时候啊，就地位就更加降落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汉代的玉琮，从资料来看的话，就真是屈指可数了啊，寥寥，就目前为止就知道两件。 啊，一件是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里边出的一个啊玉琮，你看这个玉琮是什么？已经作为一件那个组装件里边的玉配件出现了，可能是个香薰啊，或者是什么样？那个、中间的一件东西，下面是带了那个银的一个阴座，是吧？上面还有个盖子，哎，是这样的。那更不堪的是，在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的啊，他已经两组的一件玉琮已经被改成了你看。 就《金缕玉衣》里边，啊，这个玉匣上面的那个生殖器的一个套子，是吧？所以说，曾极先生说，就是古代的礼器到此已经血脉如此，至此也是很不堪了，是吧？至此的话，我们也就理解，哎呀，为什么郑贤住周礼》的时候讲讲虫的时候，东汉的人对虫的形式不了解了，是吧？因为这一类东西到了西汉就没了。 是吧？大家不当从来看待，不当礼器来看待，那你说大家怎么认知？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做个总结，就是玉琮在东汉以后的社微，实际上跟它的历史背景的大传统，也跟玉琮自身演变的小传统是改变是密切相关的。大传统，比如说到了东周之后，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那么以及呢？ 纹样传统结束，绘画传统诞生。就后来的时候，表现啊，什么祭祀啊，什么之类的，更多的不依重于青铜器以及是玉器上的纹样，而是依重于像画像石啊、画像啊之类的绘画的传统。所以，绘画传统逐渐替代了纹饰传统，从而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从汉代之后就整体性的衰落。啊，这个在罗越的。 啊，中国绘画三千年里边有比较系统的描述，我这里也不多说了。那么小传统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玉琮失去了史前以来流行的那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的背景，它也丧失了广泛重庆的一个群众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是丢失了其在玉礼器中的一种核心地位，所以它的影响力呈明显的递减效应。啊，这是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一种变化。 但是很有意思，就在玉琮衰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萌芽，一种新的苗头。这种苗头呢，首先是从山西地区、晋南地区开始出现的。啊，首先是在春秋晚期这个太原赵卿墓里边，它除了这样典型的我们称之为崇的东西之外，还出了这种方形钻孔的小玉片、厚玉片。然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呢。 在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里边呢，这种东西就出的更多了，啊，有的我们一看还是虫的造型，很明显是玉虫，但是有的你看就是个方片啊，带几个齿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哎、啊，就是这一类东西开始慢慢的影响到其他区域。这是西汉的时候啊，西安的那个北郊一个连字村出的一个祭祀坑，这个坑里呢出了八十五件的玉器。 啊，其中有《周礼》里边所谓的六器，就是璧、圭、黄、虎、虫、虎吧，其他东西对吧？还有呢，有有人像啊，还有其他的东西，那很有意思的。这是前一段时间啊，去年年底在我们浙江省博物馆做的那个乐颂的展览，这是我在那个现场拍的照片。他就连自称，他把六器放在一起了。那么这一类东西就是下面的。 方形的玉片中间占个孔，它是什么？但是从它的组合来看，明显的它就是玉虫，是吧？大家能那看，这个是到汉代的时候，这一类东西就成了玉虫。然后我们可以看西汉时候的北寺啊、吴阳夏至啊这样的祭祀坑里边出的东西，偶然有这样的还像虫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就方形的玉片，有的还是拿早期的其他的玉器改做的，像这个是拿一个普文的玉璧改了，哎、呃，改成了这样的一条中间穿孔，有的就是直接一块小穿孔，是吧？这样的东西，哎、呃，以及墓葬里出的中间一个圆孔的这种东西，所以西汉以后柱体的虫呢，刚才说了，已经彻底的远离了礼器，甚至丢失了玉琮的名称，而适用于祭礼。 或者是随葬的玉琮呢，它却要去繁求简，就采用了方形的穿孔玉片。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是吧？在汉代以后，随着独尊儒家的这个出现，是吧？儒家的经典《周礼》就成了大家都要遵循的那个。《周礼》里里边提到的这些祭礼，啊，以周六七，以礼天地四方，就成了后代各个王朝都要做的事情。啊，那么怎么来做？这个从是怎么样子的？ 啊，当时的时候，另一方面，当时祭祀天地的时候，不像良渚啊，不像史前，就是它是一种广泛性的、群众性参与的一项祭祀活动。到那个时候，只跟王家相关的、最高统治者相关的，它是很小的一群人知道这个玉琮还是什么样子，所以它流行的范围非常小，以至于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为什么前面说的那个经学家和那个后面做礼图的，甚至这些儒生都不知道虫长什么样子。 是吧？各自大家都凭着这个，所以啊，从八方里地啊什么之类的来，来给他进行一些铺演，啊，这个所以也是蛮有意思。那么再往我们的考古出土的实物呢，就要到明代去。明代这是定陵里边出的三件玉器，啊、呃，汉白玉的玉器吧。出土的时候放在一个匣子里面，放在一起。 啊，这里边很明显，这个叠放是下面是一块圆的，中间一个孔，这个是 B 没问题，啊，中间是一个方形的，中间穿孔的一个方片，啊，上面还有一个六角形的一个东西，这三件是放在一起，那很有意思。除了定陵之外，就是万历皇帝的在北京西郊的他的内品墓里边也出了三组，就他三个啊啊妃嫔里边吧，这墓里边也都出。 只是摆放的次序不太一样，那个摆放那三组里边都是方形片放在最下面，也是叠放的。所以你看中间，那么从刚才说的从汉代一下子跳到明代了，这中间还差着一千多年呢。这一千多年之间，玉琮的样子长什么样呢？我们没有考古出土的实物，但是呢，偶尔也收到一点，就唐宋的时候的，啊，尤其是宋代的这个笔记文献。 啊，知道一点，大概当时的玉虫是什么样子？比如王安石的，他在《易交·交氏谈志札子》札子里边说，是吧？天阳而动，古适于地上之环丘而理神以苍璧，啊，必以远也；地阴而静，故寄于折中之方丘而理神以黄虫，虫也方也。啊，我们知道啊，在宋代黄王安石记载里边，虫也是方的。 然后这个《国坛的葵车志》里边记载，他是记载了一个，呃，说起来有点神医故事了啊。这个所以可信度就不是那么高。他说就是在宋代北宋晚年吧，宣政间，长安呢有个人牧牛于郊野的时候，在郊野放牛，一天大雪，哎、呃，看卧牛处，就是看看在这牛躺的地方呢，这个雪是不积的，所以感到很惊奇，就挖了。 啊，挖了之后到两丈许，这个横也狠的，挖了两丈这么深啊，得到了一个石匣，石匣上刻着就是“开元纪帝蝗虫”，啊，然后岂之得重形如金翅，啊，但白色美玉，而其中方寸许，作新属也。你看这个如金翅，实际上刚才说了，从宋代的那个金翅是什么？虫以方也，所以大胆的推测一下，大概是。 方形参孔玉片，这种以方形和礼地为核心内涵的玉琮呢，成为基于周礼等经典而重新建构起来的玉琮的一个新传统。大概也可以看到，它还萌芽于啊，可以说是成就战国吧，战国时候吧。然后实际上发发生于西汉，然后慢慢的一个延续。但是因为它是当时祭祀天地的权利。 到了大统一的王朝的时候，只有皇家才有，啊、呃，所以这样的东西，我们挖的地陵或者是皇家祭祀的遗址，我们也现在为止也发现的比较少，除了汉代我们发现了一些之外，后期发现的比较少，所以这个虫的整个的脉络是断断续续啊，如，啊、呃、如那个的，但是藕断丝连还是能够接起来的，好像啊，这是另外一种，所以大家很奇怪，看到这种东西，他们是虫吗？ 事实上，这我们还得认可啊。尽管是样子难看了一点，跟我们认知的良组益虫相去了啊千万里，但确实他们是虫啊。那么最后就简单的一个总结一下：，实际上从前面的这么一番论述里边，大家还是可以明确的感受到，就是《大学》里边提到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任何事物实际上它都有一个。 啊，发展起源、发展啊，然后流行、转环和衰落的这么一个过程，从也一样啊，从良渚的时候成为文明的宝塔啊，然后室外那个啊，呃，光明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吧？然后到最后，风物流伤啊，风物流变见沧桑，啊，慢慢的你看变成了到后面就是。 衰落了的这种虫衰落，然后另外一种传统又继续下来，啊、呃，所以我们以东周至汉代为界的话，我国古代作为玉礼器的虫，实际上是存在着前后相继又迥然有别的两种传统。第一种玉虫的传统，它是以制作内圆外方柱体造型的玉虫为主的，它主要流行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西周、东周之后呢，开始塞微。 西汉以后呢，退出舞台。然后，第二种的玉琮传统呢，是以制作和使用方形有孔片状的玉琮。它是第一重玉琮传统濒临失落的时候，出于构建周礼与玉宙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需要，而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新的传统。啊、呃，那么今天的啊讲座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垂听。 呃，啊，时间把握的还好、啊。闹钟响了吗？嗯，呃，非常感谢蒋卫东先生的精彩讲座，下面进入我们比较期待的提问环节。呃，哦、啊，那个孙一秋，请。 张老师您好，我有两个比较浅薄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一个就是呃，学提一个问题吧，<laughs> 两个我也记不住，第 <laughs> 一个对，呃，好的，那我选一个吧，那么就是呃，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吧，就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玉琮和后后世的一个天圆地方的理念它这个联系的问题，呃，比方说秦明老师他在很多场合就提了一个反对的意见，然后。 他觉得是，呃，这个玉琮的这个外壁，它也不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方形，而是一个，您刚刚也说了，大于一百二十度的这样一个钝角的一个弧形，目的是为了以人们的目光可以以最大化的视角来看清上面刻的这个，呃，神人兽面纹，就是，嗯、呃，所以他并不认为这个是和后世的这个天圆地方的理念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对此，我想听一下，就是您的见解。 好，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讲座里边我已经提了，就是说，这个仅是时空的腾挪嘛，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器型的一种转换，实际上在上面某种观念也在转换，存在在育种上的观念。啊、呃，前面说的两种文化育种可以说是神人兽面纹是它的灵魂，啊，所以神人兽面纹的内涵，我们觉得是可能是一种。 祖先崇拜的一种那个，所以是神主崇拜的一种内涵为主。所以这里边可能在良渚文化的玉琮里边，啊、呃，内圆外方和天圆地方之间的关联度是不是像我们后世文献里写的那么紧密，可能是有一定的的问题啊。就刚才说的，秦林老师也提出过疑问。但是正像那个讲座里说的，邓树平先生认为，到了齐家文化的那个玉琮和玉璧的组合。 他们已经成了一种密切的关联，而且当时的时候啊、呃，也可能存在着一种就天地祭祀的这么一种理念，已经出现了。哎、呃，我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周礼》这个书虽然是战国的时候以后吧，儒家啊、呃、写出来的，它有很多地方不可信，因为太太理想化了。那里边写的，你看像关于虫的描述，也是非常理想化啊、呃，跟实际生活中是不太。 可能实现的，但它也不应该是完全象必虚构的，它完应该有一点古代的一种影子啊，古代文化的一种结义在里边，啊，这也不是我的观点，这个是实际上李世民先生啊，就实际上在他的著作里边就提到这个，就不可能完全是象必虚构的，它还是有古代的一些东西，古代的石石影在里边呈现出来，这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嗯。 还有现场还有，呃，那个那个江主任，那个刚才你提到了，就是那个龙首纹，它像那个兽面纹那个转换啊，就刚开始的时候，环太太湖地区的话，它这个那个龙龙首纹的话是比较小，可能是在一公分左右，然后到了瑶山的时候，就是已经出现在玉丛。 那么这个大概时间跨度大概有多少？然后整个中间还有没有呃其他的这种呃在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嗯过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运工分可能变稍微变大一点，可能在其他机型上啊、呃，这个我我想了解一下，谢谢。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但是我很难回答，啊、呃，因为刚才说了，我们考古学也有很多的局限性。 啊，我们现在知道，包括那个最早的仙台海盐仙台庙，啊，也是我老家出的这件，就很小的这件，啊，玉龙首纹的，啊，龙首纹的玉器，啊，有的我们考古学家把它放到松泽晚期的，啊，啊是，但是它就在整个的龙首纹玉器里边是显得年代是非常早的一件，而像你说的到瑶山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大的，像那个瑶山一号墓的那件龙首纹镯一样。 形体就非常大的那个，这在中间变化的总体的规律我们是清楚的，但是中间的其他的许多环节，你说后面的比如说普安桥的墓葬啊，啊以及罗登的墓葬啊，我们其他地方井头或者那个呃关井头的墓葬啊，啊这些梅园里的墓葬，这些出龙首纹的墓葬里边，它的具体的年代的序列是怎么样的？ 乃至于反山、瑶山，啊，像像反山这个十几个墓葬里边，啊，瑶山十几个墓葬里边，我们大概知道哪几个墓葬比较早一点。但是你说这十三个墓，像瑶山十三个墓葬，你都要一一的给它排出来，一二三四年代哪个埋葬的顺序要排出来。现在为止还没有考古学家能够，呃，很好的做到。有人做了，但是大家都认可的结果，好像。 还不太做得到，反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大的演化趋势，而不能归纳到你说的中间的环节是怎么样的，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哎，这个我们可能目前为止还做不到，也期待新的考古材料不断的丰富，可能我们建构这样的认识可能会更好、更完整一些。大、哎、概是这样。嗯，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细化和系统化的，我觉得会是慢慢的会有一些，呃，可能不一样的认识和和了那个新的一些发现，呃，然后给线上观众一个这边有一个问题，其实跟呃有两个问题，其实跟红山文化都有点关系。一个呢，呃，一个网友提问说，良渚文化是不是红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另外一个说，红山文化的那个玉窟形器与良。 与玉琮呢是否有关系？然后在一些呃，它的一些宗教祭祀的意义上是否相近？嗯，好，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就是红山文化的玉箍形器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嗯、我认为没关系。嗯，啊，为什么没关系呢？我曾经也写过关于红山文化玉箍形器的呃文章，啊，现在学术界那个以以那个呃黄春梅先生他们为代表的就是认为孤形器。 就是后来林家滩里边出了那个，啊带铃铛的那个龟卜的那个玉龟嘛，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孤形器就是玉龟，啊是我掏空了的玉龟，啊我本人当时写了篇文章，不是太赞成是玉龟，但是我认为是一种动物，就是一种昆虫的一种形体的一种转化，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啊所以它跟良渚文化玉琮之间这个。 好像无论从形体啊、纹饰啊、造型啊各方面，那还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么一种概念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呃，第一个问题呢，呃，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方祥明老师说的，没有红山文化就没有林家滩文化玉器啊，没有红山文化玉器就没有林家滩文化玉器，没有林家滩文化玉器就没有两种文化玉器。呃，我呢想法呢就是。 实际上关联度肯定是有红山和良渚，就从这个龙首门，我们可以看出关联度。但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叫什么？我们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还是靠自己，不是靠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吧？传来的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能够成功。所以我觉得红山文化，我们虽然受到了它些许的影响。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以崇璧月为代表的两组的玉礼器系统的这么个建立，还是在良渚文化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体系里边，是我们靠自己的文化来啊，靠自己的努力吧，把它建立起来的。所以有有影响，我们当然是说，尤其是早期，但是这个影响，我觉得没有大到是直接传承的这么一种观念。 嗯，而且从两种文化发展的本身来说，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展脉络还是蛮清晰的。对，非常清晰。对，嗯，然后嗯，有一个是网上的提问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那个玉琮的材质，嗯，有两个问题其实很类似，一个说是各地出土的玉琮的材质有没有经过系统的分析。 另外一个的提问呢，其实也是跟材质有关的，就是说，像战国啊后后来出土的这些呃玉琮，更有没有类似于和田玉啊等等的这种材质啊？所以对材质的认知呢，确实，尤其对史前玉器材质的认知，现在是我们学术上的一大难题。为什么说是难题呢？因为像良渚时候开采的玉矿，我们现在肯定是找不到。 或者是基本上要找到的概率是非常少，因为它没有延续下来。哎，那么，呃，但是呢，如果是同时呢，我觉得包括到春秋战国时候的玉器，你要盲目的去比附哪个是是那个新疆的和田玉啊，这个也非常的风险。嗯。啊，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玉矿的产地和古人知道的玉矿的产地之间，中间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啊，我们如果去看一下古书里边、古代的文献里边的一些记载的话，实际上在古代的文献里边，全国各地都出于啊，像我们这一带的话，我们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是天目山的，那个大家看到的大浙山和我们这边博物馆边上的大熊山余脉，都是天目山的余脉。天目山在《山海经》里被称为“福玉之山”，多金玉，是是什么呢？是产铜和玉的。 是吧？它是记载中是，包括我们边上的会稽山、勾鱼山，都是产玉的。啊，那么啊，包括那个《尚书与贡》里边，当时夏王朝我们东南为扬州嘛，扬州向夏王朝贡赋里边也有两种跟玉相关联的，就是瑶和昆，啊，都是成为那个我们称为瑶昆美玉嘛，也是啊，是这样的这些东西。所以史前到战国时候，实际上。 当然也有个别，我我认可，可能是从新疆传过来的。史前的那个交往也非常强，可能玉石之路在很早的时候也有个别传的，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从史前，尤其是到啊、呃、到到史前吧，我们不说后面吧，啊，尤其史前的玉器的材料，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就近取材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远途贸易的可能性。 啊，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证据，但是呢，有的东西我们也也也也不能凭我们的经验加以否决，嗯，啊，只能是期待更好的、更多的今后考古材料以及研究的更深的一个，啊、呃，应该说推进吧，啊、呃，这里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两组里边，我们也发现了远途贸易的东西，就是绿松石，啊、呃，江浙一带是没有绿松石的。 那么大家现在知道，现在知道的绿松石的最大的长量是在汉水流域，啊，汉江左右是我们绿松石最大的长，但两组里边，我们看到比较比较多的，尤其在贵州墓里出现的绿松石，小件的啊，很珍贵。那么这些绿松石是不是代表着一种啊，古代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预料的一种远途贸易的往来，或者是还是别的一种形式？啊，我们现在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啊、所以需要下一步针对这一些我们已知的一些材料吧，可能要加深科学的检测和分析，啊，以及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啊，应该说资料的研究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还还还离大家的期待还还有一定距离的一个方面。我是啊，也期待下面的研究能够在这一块取得更多的成就，能够解答大家的疑问。嗯 是的，谢谢而且像那个，包括上一次黄翠梅老师的那个讲座，其实大家对于像这个玛瑙玛瑙的这个料的来源，其实也很感兴趣。然后像我们现在展厅里展的这件西周的两组的虫，但是我们在布展的过程当中，刚好有那个检测的。 检测的时候跟我们两组的那个玉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更加肯定它肯定是两组的从改制的。然后，呃，我们在去年其实也开始了我们馆藏的这个玉器的一个料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希望呃会有一些不同的发现，然后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答案吧。嗯，这边还有一个，呃，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留给现场的观众。 有一个问题，张主任，上次这个方老师来的时候，其实也讲过这个，就是关于玉琮用法的。这个功能中有一个是，咱们的墓葬里头出现权杖的基座、杖墩或杖对插套在玉琮里面的这个情况。那，就是您刚才在提它这个功功能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我在想，呃，它有没有一个普遍性？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反山以外的。 这些墓葬里面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有类似于权杖或其他的东西，除了手腕腕骨以外，出现在玉琮里面这个情况。啊，因为你提的这个问题，刚才是我忽略了，因为方老师讲过，我刚才在讲玉琮在两组的出土情况里边没有提这一类，这一类如果加进去，就更显示出玉琮出出土情况的这个复杂性。因为方祥明老师在上次讲座里边他提到。 就是在反三十二号墓里边，他感受到明确的，那个就是两端是玉端式的那个权杖，后面的端式就出在玉琮里面。他认为当时可能玉琮就是那个端式的，就是权杖的座子，它是放在啊、呃、这个里边的啊、呃。那么这样的现象，就我的记忆来说，因为这样的权杖非常高级，可能只有王一级的才有啊。我们现在发现的也不多。 啊，就像有的，我觉得在反山二十号墓里边吧，好像有那个象牙是穿过玉虫的，啊，但是是不是权杖，是不是象牙类似于啊，福全是啊吴家长的那种象牙权杖，这个就不好说，因为这个案例还是还是太稀少了，嗯。是的，还有现场还有那、啊、这这刚才这位有。 蒋老师，好，谢谢。哎，感谢蒋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啊！我有两一个，呃，两个小问题啊。一个就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关系，因为齐家文化出土了很多玉器，那是不是意味着啊、呃？因为良渚人去哪里不知道了，是不是意味着良渚人可能迁到了那个地方？啊、呃，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到的那个神徽和那个玉琮是对应的。 那您讲到它是啊一个祖先崇拜的这么这么一个一个功能，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啊它的这个这个根据，或者是讲就为什么是祖先崇拜，而不是啊比方说首领崇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神灵崇拜？谢谢。啊，第一，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除了我们明显的看到崇壁的这套理智影响到他之外，好像其他方面我们也没有感受到他们之间有直接的文化上的交流或者是关联。啊、呃，但是古书里边呢有记载，就是串三苗与三危，三危这个呃一般认为就是敦煌那边嘛，有个山叫三危山，就直接到甘肃去了。啊、呃，三苗呢以前认为是在。 呃，湖南、湖北这一带的啊，后来是，啊，那么三票过串三威这个历史迹象，是不是跟啊良渚的后来的，就是玉琮玉璧带到那边去有影响？还不太清楚。啊，另外大家的，呃，就是关于玉琮传播的线路啊，也有不同的，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认知。一般认为从良渚文化传出去之后，有认为直接就是。 最早的影响的是东部地区，山东啊啊山西啊，然后啊经过黄河北面，沿着黄河到了甘青地区，啊可能它是一个末端。但是刚才提到的邓书平先生他就不认为是这样，他认为呃华西系统的育琮是他基于那个阳关站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自己独立的起源的一套系统。 是吧？跟我们华东就是跟它叫华东系，就是跟良渚文化的这套东西不一定相关联。所以我觉得学术上面，包括实际上后面一个问题也牵到这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呃学术的研究，它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的，可能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是吧？但是这种结论谁是谁非，这不一定要做一个评判的，也不一定说是唯一的答案。 啊，你说我们科学也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到了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答案。那么，比如说像在哥白尼时代，他日心说是科学，是吧？啊，那么在宗教的时代，认为地心说是是科学，是吧？大家都在接受。啊，那么到我们现在认为呢，不太阳也不仅仅是不是宇宙的中心了，是吧？宇宙更加浩渺，那我讲，随着材料的丰富、研究的深入的话，会不断的。 出现新的认识和那个，那么认为两组上面的神辉形象是祖先崇拜的那个啊，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嗯、就我前面提到的，像邓叔平先生他们也是认为这个纹饰是神主纹，啊，神主纹所谓主要是祖嘛，是祖先嘛，这个基于最主要的是上面是人嘛，是人的形象嘛，不管他万变不离其宗，他这人总是在上面，是吧？那你人的形象，人要变成。 变成神之外，是吧？只有人、神和鬼嘛，祖和鬼嘛，就是祖先嘛，啊，所以以前古代是鬼神是并称的，是吧？神是指人以外的或者鬼以外的其他的各方面的这种自然神奇啊，或者什么，啊，只有鬼是和祖是跟人相关联的。那我觉得梁祖这个神会刚才实际上在在讲的时候也也提到了一个，他是那个一个他那个阶段文明起源的阶段，你、那、看、個、全世界。 这种普遍现象就是王也好，都在那个，尤其是埃及那个是法老的头像，两河是国王的头像，都居在上面。我觉得，呃，虽然隔了这么远，但是我们有所谓的文化的一种共通性嘛，大家都是那个。哎，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这个人的形象是主的可能性是是有的。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太阳神，或者是是那个张光直先生以前认为是乌乌桥嘛。 就是巫师界是于动物，就道教里边的概念，就是龙虎桥，这巫师界助于龙啊、虎啊或者鹿啊这一类的动物，用来沟通天地的，啊，是动物的是作为一种伴侣或者是一种媒介，啊，那么上面还是作为那个巫师或者是神，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只要言之有理，啊，只要能自成其其说，我觉得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引起我们的。 大家可以思考嘛，相互之间啊，并不是说我主张陈先生一定是，比如说方向明老师主张太阳神说或者宇宙观说，我一定要说他这个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各美其美，啊，才能够美美与共啊，大家才能够看这个东西的角度会更多、更多元、更多面，所以可能得出的获得的认知可能会更加多面，啊，这个我是这么认为。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对于这些考古出土的器物上，比如说玉琮、玉璧，它不同的研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材料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尽可能的通过呃个人的一些学考古材料啊，或者是通过个人的这些研究来尽可能的给大家还原，比如说五千年前良渚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让那个古人的那个形象在我们面前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立体。 呃，而且在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像良渚文化的一些传播工作，也是希望把五千年前的这个文明、它的艺术、它的宗教、它的信仰，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当下的人一些生活、一些新的一些启迪，或者是一些艺术创作的一些呃，或者是那个激发我们新的一些艺术创作？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是一个呃，古老文明它生生不息、不停。 呃，传传下去的这么一个最有活力的一个一个事情，呃，然后让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我们蒋卫东先生的精彩讲座。<laughs> 嗯、呃，接下来呢，将会是我们这个玉西周晋晋国玉器精品展系列讲座的下一周，会是最后一讲，是由我们徐天健院长来为大家呃进行一个。 讲座，然后那个具体讲座的信息呢，还是敬请大家关注我们的良渚古城微信公号。另外，我们这个玉乎文斋这个晋国，呃，西周呃晋国玉器展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线下观看，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嗯，再次的谢谢大家。嗯